从我们姑姑坠地起，生病要去医院，直至最后临终关怀，护士就像美丽的天使，陪伴在每个病人身边。小伙伴有没有发现，医院里随处可见年轻的护士，老护士却不见踪影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稍微大一点的医院，会有成千实习生，零碎的活都是实习生去做，你看不到老护士在病房忙活。而私立医院更注重效益和形象，能见到的都是颜值高、形象好、30岁以下的天使妹妹，年轻护士所占比例可能会在 75% 以上。我们都知道护士三天值一次的夜班，昼夜颠倒，高强度的工作，精神紧张，偶尔面临患者刁难和医报，护士就是女汉子一样的存在，上能修灯泡，下能通马桶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夜班越来越难熬，整晚不能睡觉，患者有事随时叫你，这也只有年轻护士才熬得住了。你让一个50岁的女人经常值夜班，恐怕谁也受不了。而且老护士的眼睛不好，跑得也慢，难免被患者嫌弃。